那我们要想自己修行早一天呢，达到这个目的啊，明心见性的目标，我们首先要从不积他过，首先要学着看到人人都可爱，看到人人都是好人。啊，他坏，坏是什么？一时糊涂啊，他本来是好人呐，啊，一时迷惑。你要从这上去想，你就不会去责怪他，啊，本来是好人，喝醉酒了发酒疯，啊，乱说话乱打人，他本来是个好人嘛，啊，他一时迷惑嘛。我们要用这个态度啊，看天下造作恶业的恶人，你就不会怪他了，你自然就会原谅他，他是好人，啊，清醒过来就好了。这一生不能清醒，死了以后来生也许会清醒过来了。在我们现前的社会，这一个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啊！为什么呢？不但可以提升自己境界，可以消除世间的劫难。